第331章，这还是我的激动吗？那一瞬间的凝望，带给陈思璇的感觉就像是永恒，画像再怎么真切，都无法将一个人的眼神完全描述出来。当他真正看到激动那双空洞而死寂的眼眸时候，他的呼吸瞬间顿住，他的心就像是被一个有力的手掌瞬间攥紧一般，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刻停止了流动。这还是我的激动吗？这还是他吗？尽管陈思璇在今天来到这里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此时此刻他还是险些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感。一个那么出色的男人，一个执着坚持强势有朝气的男人，竟然会变成眼前这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样子。他心中真的无法接受，他无法想象激动是承受了怎样强烈的痛苦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陈思璇第一时间低下了头，再也不敢去看激动那双眼睛。他需要时间来平复自己的情绪，就像他熟悉激动一样，他也明白激动对他更加熟悉。一旦让他看出什么破绽，就算是自己换了一副容颜，他也同样能认出来。激动的目光已经恢复了正常，是的，那有着墨绿色长发的女子上去同样完美，可是对他来说这却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完美之所以能够牵动激动的心，也是因为这份完美令他想起了另一份完美而已。激动对烈焰的爱并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也不只是因为烈焰有着完美的容颜和身材。10年相处，烈焰对他的关心帮助还有相处的点点滴滴，几乎无时无刻都在增加着那份爱。尽管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完美出现在他面前，也只不过是令他的心神暂时出现了些许变化而已。激动老师，祝融咳嗽一声，看了目光呆滞的激动一眼。激动回望老师，从祝融眼中他没有看到责备，而只有鼓励。或许是受到陈思璇这份完美勾起了他对烈焰的记忆，激动的精神略微好转了几分，淡淡的道，做人要有自信，修炼要有决心。我认为自信来源于成功，从一点一滴小的成功来积累自信，自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级魔力提升会带给你自信，每一次瓶颈的突破也会带给你自信。努力让自己做每一件事都有成果，你才会既有自信又有决心。修炼无捷径，唯有执着和勤奋。激动的声音很平淡，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思想却完全沉浸在自己刚与烈焰认识时的情景之中。他的自信来源于自己，但修炼的决心却可以说是来自于烈焰。正是因为有着烈焰的帮助和鼓励，才令他有了今天的修为。对他来说，烈焰不只是爱人，也同样是老师。听了激动这番话，主席台上的一众老师们不禁为之侧目，在看他时眼神都出现了几分变化。祝融也同样是如此，他怎么也没想到激动竟然能够说出如此精辟的一份感言，心中不禁大为欣慰。而下面的百名新生都在认真地聆听着，尤其是一班那几名杀出重围才能进入班级的学员们，对陈思璇不禁大为佩服，人家不愧是公主啊。这位激动老师虽然年轻，但说出的话却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味道，发人深省。祝融第一个带头鼓起掌来，顿时热烈的掌声从百名新生中爆发出来，陈思璇也终于平复了几分心情，但他却不敢再看激动。让他接受激动现在的样子还需要时间。对于老师和学员们的掌声，激动兵没有什么感觉，不再开口，靠在椅背上继续着他的回忆。祝融一直有些悬着的心略微放松几分，脸上也多了几分笑容，向激动点了点头。二班班主任轩辕星老师。轩辕星就坐在激动身边，他的身材和激动差不多，但目光却要冰冷许多，激动身上的气息令他很不舒服，更何况这个年轻人竟然抢了原本应该属于他的一班班主任位置。我要说的话只有一句，一年后的班级大比武重新排定座次时，我们二班一定会成为一班。说完他的目光还扫了一眼身边的激动，但是激动却像是根本就没听到他这充满挑衅的话语似的，依然顾我。祝融眉头微皱，轩辕星的脾性他还是很了解的，以他现在的年纪有这样的修为也确实值得骄傲，但也正是这份骄傲制约了他的发展。不过轩辕星在教学上却是值得肯定的，一班的10名学员中，除了陈思璇以外，另外的9个人几乎都看向了二班的10名学员，而二班的人也自然看向他们。其实就算没有轩辕星的话，这19名学员之间的关系也融洽不了。他们是昨天比拼最后的对手，获胜一方能够和陈思璇分在一班，输了的10个人只能在二班。双方这个梁子昨天就已经结下了。接下来每位班主任都简单的说了几句，但向激动讲话时全场热烈鼓掌的情况却并没有再出现，也没有老师再像轩辕星那样针对激动。毕竟大部分人就算心中不满也不会流露在表面上。激动是祝融钦点成为这次新生班主任之一的，谁知道这个年轻人和祝融院长是什么关系。开学典礼结束，激动是第一个离开的，上百名学员目瞪口呆的看到，当祝融院长宣布散会的同时，激动就已经站起身向外走去，而且他手中如同变魔术一般多了一瓶酒，
打开瓶盖，直接灌了几口。在这空旷的草场上，浓郁的酒香散发而出，一众老师和新生学员们都不禁面面相觑。薛元心猛地一巴掌拍在面前的桌子上，这也太嚣张了。院长他就这么公然在学院喝酒，如果我们记错的话，校规规定，就算是老师也不可以在工作时间喝酒吧。祝融眉头一挑，薛元老师，激动老师可以在学院喝酒是我特批的。他是一名火系魔师，身体曾经受到伤害，需要烈酒进行调和。如果你身体也有问题，我不介意也给你这样的特权。薛元心心中一惊，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冲动了，当着院长的面没弄清楚情况就越俎代庖，这明显是有些犯忌讳的。不过他性格一向刚愎，话既然已经出口就不会后悔。扫了一眼根本没理会他正在走远的激动，没有再吭声。祝融站起身沉声道，各班学员回本班，今约是开学第一天，你们的任务就是选出每班班长以及相互熟悉，与班主任进行沟通。说完这句话，祝融转身先走了。各班班主任除了已经走了的激动以外，各自领着自己班级的10名学员奔新生教学楼而去。赤火学院的入学要求不算太严格，虽然也要经过竞争，但两贯修为就可以报名，这一点还是比较通融的。但是按照祝融的要求，赤火学院实行的是宽入严出的政策。进入学院不难，但想要从学院顺利毕业拿到毕业资格，那么就需要在5年时间内突破4关。如果5年内不能突破，那么也可以毕业，但却是没有毕业证书的。学院内的各种考核极多，促进学员修炼积极性的校规更是不知繁几。每个班级的班长也就相当于每个班级的首席学员，一旦班级和班级之间出现矛盾，很多时候都是由这个班长出面来解决的。因此一般来说，任何一个班的班长都是凭实力打出来的，绝对是本班修为最强的一个。祝融曾经说过，不制造班级之间的矛盾，怎么能让他们在冲突之中更加团结呢？打出来的友情才是最根深蒂固的，实战经验要从学院开始抓起。事实证明，祝融的这种教学方式不但是新奇的，而且是极其有效的。在最近几年以来，凡是南火帝国境内高级学院进行彼此交流切磋，赤火学院就从来没有输过。这南火帝国第一学院的称号可完全是打出来的。玄公主，您做咱们班的班长吧。站在陈思璇身后，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学员走到微微垂首的陈思璇身边朗声说道。陈思璇愣了一下，这才从自己的思绪中清醒过来，之前那一刻他看着激动一边喝酒一边离去的背影，他的心再次被狠狠地刺痛了一下。他知道要适应眼前这样以另一个身份出现在激动面前，对自己来说还需要时间。看着来到自己面前这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男学员，陈思璇勉强一笑道，既然来到赤火学院，那我就是学院中的一份子，而不是公主，以后大家就叫我名字吧。一班的9名学员都围了上来，5男4女，加上陈思璇正好是5男5女。那高大青年爽快的道，既然这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紫晨星，是丙火系学员，3关33级。思璇姐，我叫星武，2关24级，是心经系的。一名看上去15、6岁，有着一双漂亮大眼睛的女学员跑到陈思璇身边自我介绍着，其他人也纷纷来到陈思璇面前做着自我介绍。陈思璇急于回到班里面去看看激动的情况，但也不得不先将眼前这些同学应付下来。对于他们提议由自己出任班长，这一职并没有推辞。先不说实力上他们确实差得远，当了这个班长后，他就能有更多理由去接近激动了，又怎么会推辞呢？新生是有自己单独一栋教学楼的，每年都是如此。学院的5座教学楼一共就只有500名学员同时学习，赤火学院不会再进行过多的征召。这里培养的是精英，毕竟除了赤火学院以外，还有很多其他高级学院可以收纳学员。教学楼一共有6层，越高的楼层安排着排名越靠前的班级。最高的第6层是10位新生班主任的宿舍。非班主任的学院老师都住在主教学楼顶层的宿舍中。新生教学楼的5层就是1班和2班以及他们的宿舍。宿舍是每5个人一个房间的，只要不出现阴属性魔力的男学员或者阳属性魔力的女学员，一般都是这样安排。因此每个班级都有2间宿舍。教学楼第4层则是3班、4班和他们的宿舍，以此类推。等到第一学年结束要更换教学楼的时候，整个年级10个班级将通过年度大比来进行重新排位，根据实力来排定在新教学楼的位置。这年度大比的成绩也将计入每一名学员在学院学习的档案之中。住宿昨天就安排好了，陈思璇并没有例外，他也住在宿舍之中，和一班其他4名女学员住在一起，住处就在一班的班级教室旁边。千万不要以为一个班级只有10名学员，教室就会很小，恰恰相反，赤火学院每一间教室都出奇的大。
正方形的房间纵横20米见方，算下来足有400平米之多。别说是十个人，就算是100个人在里面上课也绝不会感到拥挤。而且层高足有6米。这样的设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有充分的地方让学员们进行实战演练。这里也是他们的主教学之所。机动就坐在一般教室的讲台后面，不过没有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地上靠着墙一口一口地喝着酒。昨天晚上祝融让杨炳天将他送了过来，既然要成为班主任，他也不能坏了规矩。宿舍就搬到了这边。此时的他目光有些迷离，被陈思璇完美容颜勾起的回忆令他心中回荡着自己和烈焰在一起的美好。一边喝着酒，借助酒精带来的麻醉，幻想着和烈焰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他的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一丝温柔的微笑，只不过有些散乱的白发搭在面庞上，没人能够看到而已。该是上课的时间，他总会在教室里，但是放在桌子上的教学大纲他却一眼都没看过。第332章，初为人师。一般的十名学员看到激动的时候，除了陈思璇以外，其他九个人都愣住了。先前祝融说的话他们都听到，也都信以为真，可是眼看着自己的班主任就那么坐在地上灌着酒，这种落差还是极大的。他们心中不约而同产生了一个念头，难道这位班主任真的是个酒鬼？紫晨星看向陈思璇，班长，激动老师他。陈思璇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或许是老师身上有伤，精神状态不怎么好吧。深吸口气，努力地压住自己内心不平静的情绪，他上前几步来到激动面前，叫了一声激动老师。这四个字从陈思璇口中叫出来实在有些艰难，身份互换的感觉，看着激动的样子，他的全部精力都要用于压制自己的情绪。激动从思绪中惊醒，毕竟他的心已经不再是全封闭状态，看了陈思璇一眼，缓缓站起身，目光再从其他学员身上扫过。尽管此时的激动早已没有了以前那种暴君的气质，但他那高大的身材、奇特的白发还有空洞的眼神都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众学员在他的注视下都不禁下意识地挺直腰杆。到你们的座位上去，激动淡淡地说道。近距离地站在他面前，又一次闻到了他身上那熟悉的气息混合着酒味儿。陈思璇心中不禁百感交集，强忍着落泪和相认的冲动，第一个转身走下去，坐到讲台前的十张课桌最中间的一张后面坐了下来。其他人也纷纷入座，紫晨星老师不客气地坐在陈思璇左侧的位置，目光不时飘向身边这位玄公主。自从那天新生入学考核时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就被深深地迷住了。凭借着自身在新生中已经算是相当强悍的实力，顺利加入一班。不只是她，这一届的新生中又有哪一名男学员对陈思璇不是充满了渴望呢？可以说在开学第一天，玄公主就已经成为了整个赤火学院男学员们心中的梦中情人。这可是天下第一美女啊，更是有着公主的高贵身份。砰的一声轻响，激动将酒瓶放在讲台上，略微定了定神，目光下意识地落在了陈思璇脸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这是不逊色于烈焰的完美，哪怕是她现在这样的状态也会被不自觉地吸引住目光。谁是班长？激动淡淡地问道，他的声音中没有半分情绪波动。陈思璇再次站起身，激动老师，大家选我做了班长。我叫陈思璇。激动点了点头，今天第一天上课，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激动，你们只需要知道我的名字就可以了。陈思璇同学，你们相互认识一下，之后的时间自己安排，明天开始正式上课。说完这句话，激动拎着自己的酒瓶子直接走出了教室。一众学员目瞪口呆地目送着激动离去，那名新京系名叫新武的女孩不禁抱怨道，就这么走了，连我们的名字都没问，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难怪我们这位激动老师被评价为综合最弱了。另一名相貌普通但身材极为火辣的女学员忍不住道，我们不会真的有一个酒鬼老师吧？这名女学员是鬼水系的，名叫金沙。好了，大家不要妄自指摘老师。陈思璇沉声说道。紫晨星附和道，思璇班长说的对，一约为师，终身为父。或许今天老师有什么事呢，等明天开始上课后应该就会好的。按照学院的规定，每天上午的课程是各系的专业课，班级学员会被打乱到主教学楼的分系教室上课，下午则是由班主任主持各个班级的分班教学。激动回到自己的宿舍，一瓶酒已经见底，靠坐在床上，看着一旁窗外的蓝天，喃喃地自言自语道，烈焰，你知道吗？今天我竟然看到了一个和你同样完美的女孩子，还是我的学生。我现在的样子真的适合做一名老师吗？一边说着，他缓缓张开自己的左手，淡淡的红光在掌心中涌动，一枚枚火红色的莲子悄然浮现而出。每一枚莲子上都闪耀着动人的金红色。当激动看到他们时，他的眼神顿时变得炽烈起来，空洞和死寂不在，
身体颤抖着，大口大口往嘴里灌着酒。正在这时，突然外面传来敲门的声音，砰砰砰作响。激动眉头微皱，手掌翻转之间，那九枚莲子已经重新融入掌心之中，沉声道：“进来。”门开，从外面走进来的正是陈思璇，俏生生地站在门口。陈思璇此时的呼吸略微有些急促，他真的迫不及待地希望激动能够对自己说出那三个字，那样的话他们就能重新在一起了。可他也知道这件事急不得，以目前激动的状态，想让他重新接受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激动老师，我已经安排大家自由活动了，刚来到学院，让同学们多了解一下学院内的情况比较好。激动淡淡地点了点头。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以后如果没有重要的事不要到我的宿舍来。陈思璇气息一滞，以前的激动都是巴不得和他在一起，现在的他却在驱赶自己，这种落差令他心中很难适应。激动老师，我是想问问明天上课您有什么安排，需不需要我做什么准备配合您的教导。作为班长，我有责任多和您进行沟通，以促进同学们的学习状态。激动摆了摆手，冷淡的道：出去吧，把门带上，我不需要你做什么准备。陈思璇气息一滞，略微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选择将门带上，默默地离去了。再见激动，他也同样需要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以目前的心情面对激动，难保不会露出破绽。他决定一切要往好处想，不论怎么说激动都还活着，只要他还活着不就已经很好了吗？第二天下午，一班学员们吃过午饭后就来到教室中等待下午的课程。激动准时出现在了教室，但他手中却依旧拎着酒瓶，满身酒气，另一班的学员们神色间再次出现了诧异。激动没有走到讲台后，而是直接走到了学员们课桌后面空旷的地方。都过来。他的话很简洁。以陈思璇为首的十名学员纷纷起身来到他身边。激动灌了一口酒，目光从他们身上扫了一眼，男女分开各站一排。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木为首位。在进入赤火学院之前，除了陈思璇之外的这些学员们对于赤火学院教学方式多少有些了解。按照正常情况来看，第一天的课程班主任应该讲的是理论，可从这位激动老师此时的座位来看，似乎并不打算讲什么。十名学员分开在两侧，按照激动所说的位置站好，五名女孩子这边都是阴属性五行魔力，五名男学员则是阳属性，都按照木、火、土、金、水的位置站定。看他们分别站好位置，激动有些醉眼朦胧的道：向后转，每个人的左手搭在前面一个人的肩膀上。学员们心中更加疑惑了，这位年轻又像是醉鬼的老师究竟要干什么？不过他们还是不得不按照激动的话做了。激动走到女生这边，变成了队尾的陈思璇身边，淡淡的道：把你的一成乙木系魔力缓慢地注入到前面学员体内，另一边甲木系的男学员你也一样。然后每个人都将自己的魔力向前面一个人注入。最后的水系两名学员催动你们的魔力，不许使用魔技，全面将魔力从体内释放出来。陈思璇眼睛一亮，他已经有些明白激动的意思了，毫不犹豫地开始将自己的乙木魔力向前输出。以他们排好的位置，他是乙木系，前面就是丁火系的女学员，木生火，魔力相生之下，无疑会大幅度提升前面丁火系女学员的魔力，然后他再向前将魔力注入到己土系女学员体内，就相应的会产生火生土的效果。男学员那边也是一样，按照五行相生的原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五名学员的魔力瞬间融为一体，集中到最后的水属性学员那里，他在一瞬间所能爆发出的魔力绝不只是五人相加那么简单，有着相生的魔力效果，魔力就会几何倍数提升。木生火，一成魔力传递到丁火系女学员体内还没有什么，但是伴随着相生魔力逐渐变得强大起来，等到了最后的男女两名水属性学员那里，他们瞬间所接纳的魔力也就变得极其庞大了，两人几乎是无法控制的就将这份魔力释放了出来。顿时教室内变得一片冰冷，直到魔力释放出来以后，这十名学员才明白为什么激动只是让他们输出一成魔力。第一个人输出一成魔力，第二个人承受不算什么，但到了最后一个人就是几何倍数的变化。看着他们完成了第一次试验，激动点了点头道：水系学员到木系学员背后去，由水系作为第二轮发起，以此类推，从今天开始你们就练习这个，什么时候输出一成魔力能够令最后一名学员可以控制叠加的相生魔力了，那么输出的魔力就增加到两成。记住，我指的是每个人都能控制相生叠加魔力以后才能再增加输出。一边说着，他看向陈思璇道：你是班长吧，以后每天下午就练这个，由你主持。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用双手传输魔力呢？这样不是会更加稳定吗？男生那边的紫晨星有些质疑地说道。激动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都没说，拎着酒瓶，身体有些摇晃着，直接走了。从进入教室到结束教导，加起来也不过五分钟的时间而已。看着激动冷淡的离去，紫晨星不禁攥紧了拳头，看上去激动比他大不了几岁，而且他更是根本看不出激动有什么实力。从小娇生惯养，又被家里人视为天才，这样的蔑视他还从未遇到过，更何况是当着他那一厢情愿的心上人面前。紫晨星刚想冲上去找激动理论，却被陈思璇拦了下来。紫晨星要尊重老师。紫晨星一看到陈思璇，脸上神色顿时变得柔和了许多。可是我们这位班主任老师也太不负责任了吧，根本就没给我们讲什么理论知识，上来就让我们练这个不知所谓的东西，既不是技能，也不是修炼魔力的方法。思璇，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学院反映。陈思璇脸色一沉，反映什么？我告诉你，老师教的是最正确的修炼方式，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传输魔力只用单手，而且是左手。原因很简单，一般来说我们的左手都没有右手灵敏，攻击的主力手也是右手，左手用来传输魔力，右手腾出来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发动技能的。难道在你遇到敌人的时候，敌人就不会破坏我们联手的阵型吗？紫晨星一呆，可是他为什么不说清楚？陈思璇心中暗叹一声，这些学员的悟性和当初激动相比简直是差得太远了，自己领悟的永远要比道听途说来的深刻。好了，大家都别闲着了，按照激动老师说的开始修炼吧。这种修炼并不难，就是相生魔力传输叠加增幅，再加上一个魔力释放的过程，每次排在最后一位的同学都要尽可能的去控制那传输而来的庞大魔力。在其他班级学院们还在上着理论课的时候，赤火学院新生一班已经开始了练习，但是他们却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练习竟然足足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他们的激动老师也是整整一个月都没有再出现。偶尔能在学院里看到他的时候，也只能看到他在酗酒。第333章，酒鬼老师分身错影，赤火学院一班的学员们要暴动了，也难怪他们会这样。开学一个月，他们的班主任老师激动一共就只出现过一次，教了一个十分简单的修炼方法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如果不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有东木圣女之称的班长玄公主压制，恐怕他们早就忍耐不住了。一个月重复着枯燥的修炼方式，每天都要持续整整一下午的时间，而且老师连面都不露，这些学员终于忍不住了。思璇，你别拦着我们了，你虽然是班长，可我们来到学院是为了学习的，这都一个月了，我们那位醉鬼老师一共就出现了一次，我们这次一定要找他说清楚，向学院反映。大家都没忘记吧，二班班主任薛元星老师可是明确说过，要在年底大比的时候超过我们班。我们在刻苦修炼，没有一名优秀老师的指点有什么用？我们都不想说。带头爆发的自然还是紫晨星，不只是他，其他一班的学员们也都是一个意思，哪怕是陈思璇这次也有些压制不住了。虽然他那完美容颜和东木帝国公主的名头对这些学员们的影响力很大，但身为魔师，这些学员们对于实力的追求还是相当执着的。陈思璇皱眉道，老师教导的方法本身就是极好的，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现在能够承受的传输魔力已经由一成提升到了四成，而且基本可以进行控制，你们不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吗？或许这并不能进一步提升大家的魔力，但我们彼此之间的配合，对于五行属性相生相克的感受都要比以前精深许多，最为重要的是身体不断承受大幅度魔力冲击，在不断拓宽我们的经脉，对于以后的修炼是大有裨益的。紫晨星道，思璇，你说的这些虽然我们也有所感受，可我们的实力却始终没有进步啊。魔力等级和魔力技能对于魔师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大家说是不是？一众学员纷纷点头。陈思璇淡淡的道，既然要去找老师，那我们就一起去吧。眼看拦不住，他也不打算再阻拦了。这一个月他也没怎么见到过激动，他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下来，渐渐接受了自己这个新的身份，也一直在思考应该如何才能接近到激动身边，抚平他心中的创伤，再和他在一起。趁着这次的事去见见他也好。激动确实在宿舍也依旧在喝酒，而且已经喝了不少，整个人靠在床上，神志有些迷迷糊糊的。他的房门没锁，紫晨星他们一敲门，门就开了。扑鼻的酒味，另一班的学员们不禁都皱起了眉头。只见他们这位班主任房中到处都是喝空的酒瓶子。激动老师，您到底是我们的老师还是一个醉鬼？压抑了一个月的怒火再也无法抑制，紫晨星直接向激动吼道。激动醉眼朦胧地看了他一眼，已经一个月了吗？紫晨星看向陈思璇，思璇，你也看到了，我们这位老师连约子都不知道，天知道他下一刻会不会喝死，我们一定要住口。陈思璇断喝一声，眼中明显闪过一道寒光，
强烈的压力骤然从他身上释放出来，压制的紫辰心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陈思璇能够镇住这些一般学员，除了身份和容貌之外，就是实力了。包括紫辰心在内，还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修为有多强。此时他的气势一释放出来，顿时镇住了所有人。那分明是魔力压制的效果呀。紫辰心也是大惊失色，他虽然猜到陈思璇的实力很强，但也没想到会强到如此程度。陈思璇冷冷地看着他，紫辰心，如果我再听到你有侮辱老师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紫辰心也怒了，他虽然有傲气，但却是十分一个坚持原则的人，这样的醉鬼也配成为我们的老师吗？陈思璇冷哼一声，在我眼中，他的一根头发都要比你更优秀。你，紫辰心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喜欢陈思璇是众所周知的事，新生里面也很少有人能够和他竞争，可他却怎么也没想到陈思璇竟然会对他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连陈思璇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以前他是烈焰的时候是绝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但是成为陈思璇之后，这具身体原本的记忆与他的神识融为一体，虽然主导完全在他，可是还是会受到一些这具身体原本记忆的影响。这位东木圣女可不是什么好脾气，在东木帝国皇室中不但受宠，也是有名的暴力小魔女。在极度愤怒之中，紫辰心转身就要走，激动的声音却在这时响了起来，站住。紫辰心回过身，怒视激动，怎么？你怕了？怕我去向学院告状吗？激动身体有些摇晃的下了床，缓缓走到这些学员们面前，我这一生心中出现惧怕这种情绪就只有一次。你还不配让我怕，你们的心里很不平衡是不是？好，我给你机会，你是丙火系魔师，我也是火系，你们有十个人，我只有一个人，还是一个醉鬼。我这宿舍一共不过30平米，我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你们只要能够碰到我的衣角就算我输，我自动辞去老师的职务，让学院重新给你们派一名老师来。如果你们在一炷香的时间内碰不到我的身体，那么就给我回去，老老实实的将香生魔力传输练到十成。等你们能够任意传递彼此魔力，随时都能控制在任何一个人手上时，我自然会教你们其他东西。激动的声音很冷淡，更充满了挑衅的味道。他的心是空了，但他却绝不会误人子弟，更不会让祝融难做。紫辰心脸色略微好了一些，就在这宿舍里。激动喝光手中酒瓶里的酒，开始吧。他话音还没落，旁边两名男学员已经猛地扑了上来，一个是扑向激动身后，一个是迎面而至。其他几人除了陈思璇之外也同时动了起来。能够进入一班，这十名学员都是这一期新生中最出色的。又在一起修炼了一个月，彼此多少也有些配合。我抓到了。一名身材瘦小的男生兴奋地喊着。他是庚金系的，名叫猴心，大家都叫他新猴子。在众人中速度最快，尤其擅长突击。可惜他的兴奋在下一刻已经戛然而止，分明感觉自己已经抓到了激动，可是下一刻他却发现自己扑到的激动却消失了。就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房间中原本的一个激动突然变成了三个，一模一样的三个。继续。再取出一瓶酒，拧掉瓶盖，激动的声音依旧是那么冷漠。喝酒不代表实力会削弱，正相反，酒本身就是火属性，这半年多来他一直都只是喝酒，实力不但没有因为喝酒而衰退，反而在不断进步。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魔力已经达到了67级。九名学员再次动了起来，围追堵截，能力全开，就在这30平米的狭小空间内前赴后继地扑向激动，试图抓住他。激动却宛如闲庭信步一般，脚踏分身错影，偶尔加上一个暗月舞，不论这九名学员如何努力，也根本无法进入他身体一尺范围之内，用魔技限制他的闪躲空间。紫辰心大喝一声，猛然间双手一圈，两个火球已经飞了出来。他突然惊讶地发现自己对魔力的控制似乎比以前强了许多，换作以前，火球出手后也就是按照他先前锁定的位置进行攻击，可此时他却分明感觉到自己竟然还能对火球进行一定的控制。不只是他，每一名学员都有同样的发现，对于外放魔技的控制比以前不知道强了多少。房间毕竟太小了，当九名学员同时展开魔技攻击的时候，整个房间中顿时各种魔技纵横。在他们看来，就算激动的实力远远高于他们，也一定会被限制行动的。但是激动用事实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做天外有天。就在他们开始使用魔力的同一时间，激动的速度突然加快，他们再也无法看清楚激动的身影，只觉得他犹如鬼魅一般，身形闪转腾挪，不论魔技攻击多么密集，他却总是能够从缝隙中闪过。时间到，陈思璇的声音响起，终止了这场比试。九名学员同时停了下来，每个人都显得有些喘息。心武有些不满地看着陈思璇，思璇姐，你怎么不出手？
你要是出手的话，说不定我们已经抓到老师了。陈思璇摇了摇头，我不做不可能完成的事。激动静静地站在房间中央，此时一众学员才发现他新打开的一瓶酒竟然已经喝完了，人家还有闲情雅致喝酒，显然是大有余力。激动冷冷地道，都走吧，别在这里影响我喝酒。相生魔力控制练到十成，刚才的步伐交给你们。这一次连紫晨星的眼睛也不禁亮了起来，他们怎会看不出激动那步伐的神妙，瞬间能够变出几道身影，先不说实际效果，这本身也是很帅的。他们都是年轻人，谁不希望有这样一个技能。鬼水系的金沙忍不住问道，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魔力有多少级？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一边说着，激动已经走回床前，翻身上床，直接闭上眼睛睡了过去。一众学员面面相觑，但此时他们却和来的时候心情完全不同了。不说别的，单是激动那套神妙的步伐就已经令他们对这位老师重新有了几分信心，而且他们也体会到了这段时间练习相生魔力控制的一些好处。都走吧，不要影响老师休息。陈思璇有些心疼的看了一眼消瘦了许多的激动一眼，咬了咬牙，强忍着不让自己神色流露出异样，带着学员们离去了。夜幕降临，激动站在宿舍窗前遥望着外面的灯火，他的心又开始疼了起来，因为他又想起了烈焰，想起了他那句话，激动，等我对你说出那三个字的时候，一定是我准备好嫁衣成为你妻子的一刻。烈焰，烈焰，你可知道我有多么想你，多么想随你而去。十年，你还要让我再继续承受这样的痛苦十年才能去找你。砰砰砰，就在这时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激动猛然回头，眼中寒光爆射，看向房门处，他是从来不锁门的。门开，身穿墨绿色长裙的身影走了进来，正是陈思璇。你来干什么？我不是告诉过你没有重要的事不要来打扰我。滚出去。激动怒吼一声。陈思璇呆了一下，他从未想到过有一天激动会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这一刻他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并不是以前的烈焰。越于牵挂换来的竟是一声怒斥。心中的思念和委屈瞬间奔涌而上。雾气化为泪水顺着白皙的娇颜流淌而下。看到陈思璇哭了，激动内心深处的一点仿佛被触动了一下，但他却没有再说话，转过身继续看向窗外。陈思璇没有走，他就那么怔怔地看着激动。他不认识我了，真的一点也认不出我了。激动，激动，我是你的烈焰啊。可我却不能告诉你。内心的痛很快消失，因为陈思璇知道激动变成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以前的自己。没有吭声，他默默地开始捡起了地上的一只只酒瓶。激动虽然没有去看他，但以他的精神力又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呢？你干什么？激动冷冷地问道。帮您收拾一下房间。有事弟子服其劳。激动老师，您的房间太乱了。陈思璇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平静一些。为什么？激动眉头皱起。因为我喜欢你。第334章全体试炼之旅，因为我喜欢你。陈思璇毫不掩饰地向激动说道。激动愣了一下。你喜欢我？喜欢一个醉鬼？不论你是什么样，我就是喜欢你。陈思璇执着地说道。这一个月来他想了很多，可他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追求一个男人，所以他选择用最直接的方法，表白。毫无疑问，在男女情感中，这无疑是最笨拙的一种方式，成功几率很低。但是这种方法要是由陈思璇这样完美的角色美女口中说出，其杀伤力之大却不亚于超级必杀技。出去。激动的声音骤然变冷，就像是寒冰风暴一般，令房间内的温度急剧下降。陈思璇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竟然这样怒斥我。在潜意识中，他毕竟还是将自己当成烈焰的。激动冷冷地扫了他一眼，我叫你出去你没听见吗？一边说着，他右手一挥，顿时房间内仿佛出现了一股暗流，瞬间卷起陈思璇的身体，硬生生地将他推送到门外。房门砰的一声，就在陈思璇面前不到一寸的位置轰然撞上。他竟然这么对我。泪水再也忍耐不住，刷的一下从陈思璇那双绝色美眸中流淌而出。激动连多一句话都不愿意说，就直接将他轰了出来。强烈的反差令他极其难以接受。如果他还是烈焰，看到激动刚才那一掌，他一定会很高兴，因为激动那一掌挥出并没有任何属性释放，完全是纯粹的混沌之力，甚至连混沌中的创造特性都没有，只是最为单纯的力量。并不是说这种力量有多强大，但能够如此使用，就证明了激动在混沌上的领悟达到了另一个层次，越来越接近能够真正掌控混沌了。可是现在陈思璇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被他轰走了，恶言相向，直接驱逐。足足在激动门外站了十分钟，陈思璇的情绪才逐渐平稳下来，
快速擦干脸上的泪水，嘴角处反而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因为他突然想通了一个问题。激动直接将自己的表白拒之门外，只能证明一件事，那就是他爱烈焰，哪怕是自己眼前这并不逊色于烈焰的容貌，也无法令他有任何改变。自己为什么要生气呢？他爱的依旧是自己啊。小激动，你这个坏蛋，又让我流泪了。不过以后我再不会因为你的拒绝而难过了，只会高兴。不过一想到激动就这么拒绝了自己，以后该如何才能让他喜欢上现在的自己，陈思璇不禁变得愁眉苦脸起来。似乎邪恶之神的条件并不是那么容易完成啊。他的心里真的很矛盾，既希望激动一直拒绝自己，又希望他早约说出那三个字能重新和他在一起。带着这样的心情，陈思璇回宿舍而去。一班的学员们没有去告状，并不代表没人知道激动这位班主任的所作所为。学院里面已经传开了。身为老师，一个月就上了一次课，已经有不少老师找到祝融反映问题。祝融身为院长之尊，也感受到越来越沉重的压力。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激动的情况看上去并没有如何好转。不能让他再这么颓废下去了。数天后，学院突然宣布，新生一年级学员将进行集体试炼。而且是有奖试炼。将作为新生第一年综合考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告直接贴在了新生楼大门外的公告栏上。三天后，将由一年级10位班主任率领百名学员前往南火帝国著名的魔兽聚居地阿尔曼斯山进行试炼。试炼目标，猎杀阿尔曼斯山外围魔兽，每两个班级一组，以猎杀魔兽获得的金核数量进行排名。两班的班主任相互监督，只能由学员出手，班主任从旁保护，不得直接猎杀魔兽。最终试炼结束后进行汇总，将对收获最多的前十名学员进行奖励。奖励极为丰厚，都是不同级别的技能书，前三名的奖励更是包括一件魔力武器装备。单从这份奖励就能看出赤火学院的财大气粗，南火帝国对于赤火学院的支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公告一出，顿时引起了一年级新生们的兴奋。先不说奖励，能够去亲手猎杀魔兽，不在学院里枯燥的修炼，已经足以勾起这些年轻人的兴趣了。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又有老师跟着，他们才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按照往常惯例，这种新生集体试炼行动应该由所在年纪一般班主任带队，或者是学院派出高手统一带领，但这次却是破例了。负责人并不是一般班主任激动，而是二班班主任庚金系主任轩辕星。对于这个安排，祝融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他希望通过在外历练能够对激动的心情有所开解，但又有些不放心，所以才将带队任务交给了轩辕星。同时他亲自下令一班将和三班为一组，也就是以木系主任唐一恋所指导的班级。当然对外宣称自然是抽签进行组合的，一班和三班在一起，这本身就有很大优势了。对于这个安排，轩辕星是十分不满的。唐一恋不只是以木系主任，同时也是他的老婆，没把自己老婆和自己安排在一组，他已经不太满意，更何况还安排给了那个酒鬼。这是轩辕星的原话。不过能够负责统御全体新生，轩辕星还是比较满意的。他暗下决心，这次说什么也要给激动一个下马威，这个酒鬼根本就不适合做老师。一般班主任这个位置本来就应该是自己的。为了这次试炼的事，祝融亲自找上了激动。令祝融略微放松一些的是，激动虽然依旧喝酒，但精神状态上似乎好了一些，至少神智是比较清醒的。只不过对于外界的一切依旧不愿意接触罢了。老师，一定要我去吗？你必须去。激动，你应该明白，在你身上，你的师祖师母和我有着多么大的期望。我明白烈焰女皇的死对你有着很大的打击，但是约子还要过下去，你再继续这样颓废，别说是给他报仇，恐怕自己就成废人了。好吧，我去。三天后，赤火学院一年级全体新生以及10位班主任整装待发，一共110人在草场上等待院长祝融的训话。这全部110人中最受关注的有两个，毫无疑问，东木圣女，有天下第一美女之称的陈思璇是其中之一。开学这一个多月来，向陈思璇献殷勤的学员数以百计，那可不只是一年级的新生，还有高年级一些自负条件不错的学员。据说单是情书，这位东木圣女就收到了近千封。一般教室门外经常堆满了一束束鲜花，不过陈思璇却从来没有打开过任何一封情书，更没有收下过任何礼物，对于一切追求都是视而不见。平时除了上课以外，大多数时间都在宿舍中，生活极为简单，甚至连南火帝国皇室的邀请都没有参加。因此入学月余，真正见过陈思璇的人却并不多。这就更令一般的那5位男学员受到羡慕了，毕竟近水楼台嘛。今天陈思璇穿了一身水蓝色劲装，
一头墨绿色长发披散在身后，尽管是站在人群之中，但几乎所有人的光彩都要被他所掩盖。绝世容光令不知多少人目瞪口呆。除了陈思璇之外，另一个受到关注的无疑就是激动了。和陈思璇受到关注的原因恰好相反，激动受到关注的原因很简单，这位一般班主任不但手持酒瓶，而且一头白发乱蓬蓬的，身上衣服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换过了，还带着几分异味，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怎么看都像是个乞丐而不是老师。尤其是他此时就站在陈思璇身边，这极美和极其邋遢在一起，对比的强烈就更容易引人关注了。甚至有人已经心生冲动，想要将激动从陈思璇身边踢开，以免污了美人的眼。祝融的讲话很短暂，简单的几句鼓励而已，讲话结束，全体出发。薛元心带着他的二班学员在最前面，和他们分为一组的是七班，自然也走到了前面。一行百余人浩浩荡荡地出了赤火学院，出赤火城南门，直奔西南方而去。阿尔曼斯山坐落在赤火城西南600公里外，路途还是相当不近的。刚一出了赤火城，薛元心立刻下令全体跑步前进。单凭走路要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600公里？学员们都是魔师，跑步前进也不算什么。和激动并排而行的是三班班主任唐一恋，他在家里听薛元心不知道发了多少牢骚，但内心深处对激动这个每天只知道酗酒的老师还是十分好奇的。这份好奇主要是源于对祝融院长的信任，祝融院长钦点的班主任怎么也会有些能力才对。此时他与激动并排而行，激动那乱蓬蓬的白发和身上的异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他忍不住问道，激动老师，你有多久没有洗过澡了？激动仰头喝了一口酒，根本就没有去理会他，继续前行。此时薛元心带队已经开始跑步前进，速度相当不慢，但这却并没有影响到激动继续喝酒，而且也看不出他的步幅加大，可就是能够跟得上队伍。对于这一点，一般的学员们倒是不感到奇怪，虽然他们对这位班主任老师依旧没什么好感，但貌似他教的东西也并非全然无用，更何况他还答应要传授那神奇的步法呢。激动老师，我在和你说话。唐一恋的脸色有些难看，怎么说他也是学院中的系主任之一。激动终于有反应了，淡淡的横了他一眼，我洗不洗澡和你有关系吗？你。唐一恋顿时脸色一白，气得说不出话来。激动老师，请你注意影响，不要忘记在你们班里还有一位邻国公主。你这个样子让邻国怎么看我们赤火学院？公主？激动愣了一下，我们一班还有公主吗？一边说着，他回头看向自己身后的一班学员们。身为班长，陈思璇自然是跟在激动身后的，他一点也不奇怪激动不知道自己公主的身份，看着激动那空洞无神的眼眸，心中不禁柔情百转，低声道，老师，我是东牧帝国公主。哦。激动应了一声，原来你还是公主。不过在学院里你只是一名学员。我知道。陈思璇并没有多说什么，上次被激动拒绝了之后，他准备转变策略，以他对激动的了解，自然知道激动这家伙本身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一味正面追求他，倒不如用温柔去逐渐转变他对自己的印象，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首先就不能让他讨厌自己。唐一恋的呼吸明显变得粗重了几分，这家伙竟然连陈思璇是东牧帝国公主都不知道，看他那样子还不像是假装的，这简直是太不像话了。激动老师，我对你的工作态度十分质疑，此次试炼结束后我会向学院委员会反映你的问题。身为系主任之一，唐一恋在学院中还是有相当话语权的。听了他的话，激动却只是看了他一眼，丢给他两个字，请便。在学院中，唐一恋一向以脾气好著称，此时都忍不住有爆发的打算，攥紧拳头怒视激动，可人家却根本不再看他一眼，依然顾我的喝着酒，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薛元心的作风无疑是十分刚硬的，这一跑就足足是两个时辰，整整跑出去50公里，他才下令原地休整。学员们虽然都是魔师，但持续奔跑这么长的路程还是大感吃不消，坐下来就是一片怨声载道。只有二班的学员收敛一些。老师，给您酒。第335章，激动老师是我的。陈思璇走到独自坐在一株大树下的激动面前，将一瓶烈酒递到他手中。他选择的时机恰到好处，正好是激动将上一瓶酒喝完的时候。激动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打开瓶盖继续喝。陈思璇也没有再多说，就默默地在他身边从自己身上的储物戒指中取出一张洁白的布单铺在激动身前，再取出各种食物和水果放在上面。老师，空腹喝酒伤身，您吃点东西吧。说完这句话，他并没有多做停留，在周围一众老师学员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下走到一旁坐了下来，自己再取出一点干粮默默地吃了起来。东牧圣女竟然在事后那个酒鬼。学员们甚至忘记了奔跑后的疲倦，尤其是那些暗恋陈思璇的男学员们，一个个看着激动的目光更是变得不善起来。
紫辰星默默地坐在一班学员中喝着水，冷冷地看了激动一眼。自从那天被陈思璇驳斥之后，这几天来他的心情一直都很糟糕。陈思璇没有接受他还可以理解，毕竟人家是公主。但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陈思璇对这位酒鬼老师这么好？看上他吗？不可能，那个酒鬼只会喝酒，相貌也并不出众，甚至满身肮脏，倒像是个乞丐。他和玄公主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玄公主怎么会喜欢他呢？不解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其他人也同样大为不解。这百余学员和老师们之间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怪异起来。轩辕星碰了一下身边的唐一恋，低声向他道，玄公主怎么会事后起那个酒鬼来了？唐一恋憋了一肚子火，我怎么知道？轩辕星低声道，你去问问，这个醉鬼恐怕不简单，毕竟他是院长钦点来的。唐一恋看了他一眼，怎么，你还怕他不成？轩辕星冷哼一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次新生试炼我定然叫他好看。一恋，试炼开始后你多注意观察他。唐一恋点了点头，看了自己丈夫一眼，这才走到陈思璇身边。玄公主，来到学院也有一个多月了，你觉得怎么样？唐一恋微笑着问道。本来他作为三班班主任是不应该这样接近一班学员的，但他本身是女老师，陈思璇的身份又特殊，也就没什么了。陈思璇微微一笑，很好啊，激动老师的教导非常好。唐一恋惊讶的道，可是我听说他就只上过一次课，而且前后都不超过10分钟吧。陈思璇笑容不变，时间长短并不能决定教学质量。唐一恋道，玄公主，我看你刚才给他准备了食物，你们是不是早就认识？陈思璇摇了摇头，以前不认识，但现在他是我的老师，尊师重道是应该的。更何况说到这里，他俏脸微微一红，更是美艳的不可方物，看得周围众人目眩神迷。不过他接下来说出的一句话却令唐一恋险些晕过去，更何况我正在追求激动老师，当然要对他好一点。什么？唐一恋的声音就像是在尖叫，瞪大了眼睛看着陈思璇，就像是在看怪物似的。玄公主，您不是在开玩笑吧？陈思璇俏脸羞红，我怎么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呢？可是唐一恋实在无法理解陈思璇的想法，她可是天下第一美女，东牧帝国公主啊，竟然要倒追一个酒鬼。就在这时，陈思璇做出了更加匪夷所思，令唐一恋震惊到无以复加的事，她俏生生地站起身，朗声道，各位老师同学，我有件事要宣布。本来唐一恋的惊呼就已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陈思璇此时再站起身说话，顿时成了百余人绝对的焦点。俏脸微红，但语气却极为坚定，陈思璇道，我正在追求我们班的班主任激动老师，希望各位女同学不要和我抢，谢谢大家。说完他微微躬身行礼，然后才重新坐下。寂静，绝对的寂静，新生们选择休息的这片小树林中可以说是落针可闻。陈思璇的话可以说是跌碎了一地眼镜，陈思璇的话就像是在宣布激动的归属权似的，他是在告诉在场所有女性，激动老师是我的，你们谁也别和我抢。如果激动是一位极为优秀英俊的青年老师，或许在场的众人还略微能够理解几分，可是激动是什么人？一个酒鬼，不修边幅的酒鬼，如同乞丐一般的存在。陈思璇又是什么人？天下第一美女，东牧帝国公主，身份外貌的悬殊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不是由这位玄公主亲口说出，绝对没人敢相信这是事实。陈思璇面带微笑，目光瞥向不远处的激动，他清楚地看到激动在听了他的话后微微蹙眉了一下，不过却依然顾我的喝着酒。他一点都不怕因为自己宣布所有权而给激动带来麻烦，眼前这些老师和学员能够带给他麻烦吗？面对杀神修普洛斯，他可是都敢出手的。正在这时，紫辰星突然蹭的一下站了起来，大步走到激动面前，沉声道，激动老师，我要和你决斗。轩辕星第一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双眼微眯看着激动，嘴角处流露出一丝冷笑。想找激动决斗的又岂止紫辰星一个人，几乎所有男学员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激动。似乎是想起了激动那神奇的步伐，紫辰星接上一句，有本事你像个男人一样和我正面对抗。激动抬起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紫辰星身体一震，激动那空洞的眼神仿佛要将他的灵魂也吞噬了一般，令他鼓起的勇气瞬间冰消瓦解，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激动缓缓站起身，一脚扫出，将陈思璇摆放在他面前的水果和食物踢得四散纷飞，冷冷地道，不知所谓。他这一行动顿时激怒了所有男学员，顿时数十名男学员都站了起来，和紫辰星一起将激动围在中央。激动老师，你要为侮辱玄公主付出代价，一名男生叫嚣着。你们干什么？都反了吗？轩辕星终于出面了，怒吼一声，顿时镇住场面。
不论怎么说，激动也是赤火学院老师，至少现在还是。作为这次试炼的负责人，他虽然很讨厌这个酒鬼，但也不能不维护老师的尊严。但是这些男学员们都已经有些红了眼，听到陈思璇宣布追求激动，他们已经极其震惊和失落。而激动不但不接受，竟然还将陈思璇给他准备的食物踢得到处都是，他们心中的怨气还怎能忍得住。一时间已经有不少学员开始释放出自己的阴阳眼了。女学员们虽然没有行动，但也有些看热闹的心思，他们也同样不明白陈思璇为什么会去追求一个酒鬼，但和男学员不同的是，他们对激动更多了几分好奇。面对众学员的包围，激动冷淡地喝了口酒，本事没学多少，争风吃醋倒是不落下风。就凭你吗？一边说着，激动的右脚微微抬起，再猛然落下，只听一声剧烈的轰鸣骤然响起，大地就像是被万斤重锤猛然轰击了一下似的。轰然巨响中，以激动所在位置为中心，一股强烈的震荡波瞬间扩散开来。这些学员普遍都只有两贯左右的实力，又怎能抵抗得住？惊呼声中，50名男学员顿时如同割麦子一般倒了一地，就连不远处的女学员们也在惊呼声大多跌倒。能够站着的就只有各班级的班主任，以及正注视着激动这边的陈思璇。激动依旧是酒鬼的样子，依旧拿着酒瓶在那里喝酒，但是在这一刻，所有人看着他的眼神却都变了。学员们大多流露出的是骇然，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位看上去不过是个酒鬼的激动老师竟然拥有如此强悍的力量，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当初榜单上说激动是火系魔师，他此时使用的却是土系的魔技。一脚震乾坤，可笑他们还打算去质问人家，竟然连一个能站稳的都没有。学员们的震惊远不如老师们，学员看不出，老师又怎么会看不出呢？激动用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魔技，就是那么简单的一跺脚而已，没有半分的魔力属性释放出来。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跺脚，令老师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站稳身形，除了唐一恋和轩辕星外的其他几名班主任都是身形晃动，有的甚至还被震得跌退几步。没有魔力释放，那就证明这完全是纯粹的力量所达到的。天哪，难道这家伙是巨龙变得不成？恐怕也只有成年巨龙才有这种恐怖的力量吧。这猛然一跺脚就产生出了足有数万斤的力量，才会引起如此强悍的反应。能够清晰地看到，以激动跺下的右脚为中心，无数裂痕瞬间蔓延开来。唯一神色没有发生变化的就要数陈思璇了，还有谁比他更熟悉激动的能力呢？他当然知道激动是如何做到的。激动的肉体力量虽然强悍，但也没有强悍到能够发出数万斤力量的地步。他那一脚踏下，必然是将火神双剑通过融合神术催动到右腿之中，将双剑的重量释放出来。所以看上去是他一脚踏地，而实际上却是火神双剑落地产生的效果。当然烈焰也明白激动还是有所保留的，如果他的力量全部爆发出来，包括自己在内，恐怕这里没有人能站得稳。女学员们看着激动的目光顿时发生了变化，前一刻他们心中还在嘲笑陈思璇，可是这后一刻他们心中的想法就完全不同了。身为魔师，他们绝不像普通女孩那样更看重外貌，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激动又这么年轻。难怪人家玄公主会主动去追求这位激动老师，原来激动老师的实力竟然这么强。先前在他们眼中还是酒鬼，是乞丐一般的激动，现在看起来却似乎变成了标新立异的个性。难道激动老师玩的就是传说中的颓废派？男学员们看着激动的目光虽然依旧是充满了愤怒，但更多的却是色厉内荏的味道，简单的一脚已经将他们完全镇住，谁还会吃饱了撑得上去挑衅？他们这才知道眼前这个被他们看作是醉鬼的老师竟然有着如此强悍的力量。激动的目光平静地看向轩辕星，轩辕老师，看上去学员们都还不累，不如我们这就上路吧。或许是被激动那一脚所慑，轩辕星并没有提出反对一言，只是生硬地点了下头，都起来，全体出发，再次向阿尔曼斯山前进。只不过轩辕星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的，暂时没有命令跑步前进，只是步行而已，令学员们暗暗松了口气。陈思璇并没有在意激动先前踢掉他那些食物，依旧带着一班学员走在激动身后。一班庚金系学员侯星悄悄地溜到激动身边，脸上流露着几分谄媚的笑容。老师，您刚才那一脚是怎么做到的？能不能教教我？您不是火系魔师吗？侯星对陈思璇虽然也有想法，但却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这模样，陈思璇看上他的可能无限接近于零。因此他对激动的不满是很淡的，反而更加佩服激动刚才那一下展现的力量。更何况他最擅长的就是速度，喜欢的也是速度。激动那分身错影步法，他自然也是最希望学到的一个。你的相声融合控制修炼到十成了？激动扫了他一眼。还没有。侯星挠了挠头。不过老师，
我一定会努力的。归队。激动的声音依旧是那么冷漠。侯星嘿嘿笑道，激动老师，以后我就跟你混了。我相信班长的眼光是不会错的。您一定是位强者。以后您让我怎么修炼我就怎么修炼。